好啦，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咧拍整襟花啦。雖然已經有人留言喺我 YouTube 度拍來拍去都係分價換到2046啦咁樣，咁但係我又真係好想拍，好想繼續大家分享，唔係分享我嘅喜悦，而係我係好中意將婚禮嘅過程逐個 step 拍，即係有啲人會一條片一次過拍曬，咁但係我覺得好似好亂咁，所以我中意逐個拍，同埋每次個 topic 總會有啲嘢唔同噶嘛。咁今次咧就係分享教大家整襟花啦，咁呢個咧就係兄弟嘅襟花嚟嘅。咁因為我覺得有一部分嘅新娘咧，佢好中意自己做手作嘢嘅，包括我啦，我係可能啲即襟花啊、頭花啊、頭飾啊、手花啊，都盡量頭紗都係自己整嘅，鞋都係自己整嘅。咁所以我係中意自己整咯。咁其實我都唔排除有一部分新娘係中意自己落手落腳親力親為幫自己整呢類型嘅嘢嘅。咁但係好多女仔覺得望到好靚，但係未必識整。咁市面上教呢類型嘅班咧，其實唔多，花球班反而好多。但你話襟花啊、手花嗰啲咧，因為真係手班眼見功夫，就好少人特登會開個班去俾你學，因為真係實在太簡單啦。咁所以咧，但係只不過有啲人未知個竅門，就唔知點樣堆埋一堆嘅啫。咁所以咧，今次我就教大家去整襟花啦。已經咧，其實頭先拍下咧，佢斷咗電，同埋又原來全程係 out for 我唔知啦。我已經整咗三個啦。咁咧三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其實咧都係望落去係同一個 film 咧，同一個風格。咁因為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 vintage 少少，同埋啲顏色舊少少，同埋係 dark 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呢類型嘅花啦。唉，唔好意思啊 ，cut 到2046咯，真係。咁咧每個都有少少唔同，但係咧個重點就係咧，記唔記得我之前拍過條淘寶嘅片咧，就係講話我買咗呢一個鹿。咁本身咧就冇諗住整襟花嘅，就係諗住俾佢帶一人一個襟章一個鹿，咁就可能當佢哋嘅 signature 嘅兄弟嘅標記啦。咁但係咧好似好 dry 咁，好似部長，唔知點解。咁跟住咧諗啊，不如都係整個襟花啦，真係會靚啲嘅。咁最尾都係整個襟花一個，因為我得翻幾日時間嘅關係咧。咁冇辦法啦，要通底要整啦。咁但係其實整一個好快，唔使十分鐘嘅啫。咁但係咧，大家咧都不妨可以咧去太子咧去買花嘅。咁譬如我今次個主題嘅花咧，就係呢一啲啦。我今次主題嘅花咧，襟花咧就係深紫色嘅馬蹄蘭。咁特別啦，係紫紅色嘅我呢一朵，我而家整呢批都係紫紅色嘅。其他咧，你可以揀啲襯花嘅襯花，譬如有啲乜嘢啊，譬如有呢啲咁紫色嘅深紫色嘅波波啦，咁呢啲唔知叫咩富貴果，唔知乜藍莓喎，呢啲果。咁跟住就有啲深色少少嘅襯花，就呢啲細細朵嘅，又或者係呢啲好似乾咗嘅花，但其實佢膠嚟嘅，吉嘅全膠。跟住就最好買少少繡球啦。咁跟住就，但係咧我就唔想成個 film 都好暗，咁所以咧我就揀翻少少 sharp 少少色嘅，可能有少少舊舊地嘅米白色嘅花仔，又或者係紅色嘅花仔。咁但係注意咧，如果呢啲配襯類嘅花咧，就唔好大過主題嘅花啦。咁所以咧，主題嘅花咧就得一支或者一朵咁大就 OK， 其他都係盡量細嘅。咁我自己揀馬蹄蘭，咁你哋譬如你中意玫瑰嘅，或者中意康乃馨嘅，咁色隨尊便冇所謂嘅，咁就係襯翻你自己。個花球啦，同埋要襯翻你當日 big day 嗰個 decoration 個 theme 而去決定咧，就會比較好啦。而家就事不宜遲，就教大家整呢個襟花啦。其實幾靚，我覺得幾靚，真係幾靚啊！唔靚咩？好，開始。咁首先當然我哋有個主題嘅花啦。咁主題嘅花咧，佢本身因為咧都係咁長嘅，你冇可能成支擺曬。所以大概咧預留一個手指位嘅長度，大概咁多度，跟住就其餘嗰啲唔要。cut 咗佢，哈，咁就 cut 咗啦。咁跟住，譬如我中意呢一啲紫色嘅果果咧，咁都可以喺咁大棵裏邊咧搣出嚟嘅，大概咁多度。咁但係因為佢好短嘅，咁但係唔緊要咧，佢係可以無限延長嘅，唔使擔心。咁跟住，譬如有啲草啦，例如呢啲啦，都可以留嘅。咁佢冇框嘅，有啲係咁，係啦，盡量都廢物利用，唔好抌啦，跟住就係啲咁細嘅花仔啦，呢啲配襯嘅花兩朵我自己都 keep 住嘅，跟住淺色少少嘅呢一隻，
嘅繡球花，咁我都要一部分啦。咁就係 cut 咗佢啦，大概 cut 咗之後要咁多嘅啫。跟住最後嗱，譬如呢啲紫色嘅花仔，我都覺得幾靚嘅，我幾中意。咁所以我都要埋佢啦，都照 cut。好 cut 咗。首先咧，我哋當然啦，要抽一啲好長嘅嘢出嚟先。呢一個係合格嘅，因為佢夠長。呢兩條都是合格的，因為它很長，我們必須要抽一些很細粗很細粗的東西出來先。這兩束草紫色的草都是合格的，因為它都有一個手指頭其實就已經夠了，那就是我們不用動的。唯一兩個不合格的呢，就是這兩棵藍莓和這個繡球，它太短了，完全是放不到入花裡的。那我其實呢，有些女生就會用那些熱溶膠槍擠進去的，那其實就不是那麼好，是很容易甩的熱溶膠槍。所以整襟花其實我就不太建議花與花之間呢駁位呢是用熱溶膠的，因為就肯定很快就會打柴的。好，那首先呢，我們就將它無限延長。那無限延長用什麼呢？就用這個噔噔鐵線，就是這支。那我們首先就將它切開三份先，三份好慘啊！臨結婚先嚟捱夜，我好似日日都通緊頂咁，好多嘢做。好，跟住我屈咗個 V 字型先，係啦，大家應該見到噶啦，當你見到啦。跟住咧就攞啲比較細嘅一啲品種出嚟，一啲秋提子、藍莓。咁因為咧佢裏邊好多個R叉嘅關係咧，所以這個呢個咧處理嘅方法非常之方便。就是摸翻呢支R叉，將佢中間嗰啲接駁位嘅R叉咧一嘢插插佢，其實插住噶啦，勾住咗噶啦。好，勾實咗佢之後咧，就將嗰條鐵線將佢哋嗰個尾部咧翹翻實佢嘅啫。跟住咧就不停將個尾咧就收翻埋，將佢打圈打圈打圈，翹翹翹翹翹翹翹 ，finish 啦！咁咧就變成一個纏長咗嘅一枝花啦。好，跟住另外咧繡球都係需要做嘅，因為繡球個框太短啦。同樣嘅原理，我哋就 OK， 咁就係中間同樣有啲接駁嘅位置咧，我哋就唔理三七二十一都。翹咗埋佢先啦，整襟花同手花其實好易嘅咋。做完呢個襟花咧，就教大家整埋姊妹嘅手花啦，係咪好開心咧？免費教學啊！平時我真係唔會噶。好，噔噔噔，同樣整完啦，好快。好，至於呢棵葉咧，一定要淺長啦，因為佢係完全冇框，有啲葉係有框嘅，但係咁啱呢一個就真係冇咯，咁所以就要淺啦。咁但係點淺咧？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啲死啦，我唔知啲咩質地添，唔好理啦。咁咧就喺呢度最尾尾嗰個葉呢度同呢度分別一個窿都係呈 V 字形咁樣插翻入去就 OK 噶啦。如果你覺得好難吉啊，吉到死都吉唔到咧，咁你就不妨用 cutter 啦，又或者鉸剪啦，都可以幫到你嘅。因為咁啱呢個中間有嚿鉸，所以係難入噶。咁所以咧，我就會喺呢度剪少少空位，唔好剪得太過分啦，如果唔係就瀨嘢噶啦。跟住就將佢穿過去，好打翻呢個R叉位，就將個尾綁翻先。如果唔綁個尾咧，你就做唔到噶啦。好，好已經成功將佢纏長咗啦，就係咁樣嘅啫，冇乜特別嘅。好，咁跟住我哋咧就可以開始玩一下啲配襯啦。首先攞咗個主花出嚟先，因為呢個主題就必須要攞出嚟先。我都覺得呢個真係幾靚，唔錯。跟住就可以開始慢慢搭你自己想要嘅花啦。如果你有啲好深色嘅嘢搭咗落去咧，其實睇唔到嘅。咁你就好盡量咧，中間可能黐咗少少淺色嘅先嘅，先再搭翻自己一個深色。跟住就其實整呢啲襟花咧，或者雜花球，其實真係冇一個方喺度噶。你自己中意配襯咗，咦覺得 OK 靚喎，咁咪收手咯。唔夠靚嘅，調下啲位置其實就 OK 噶啦。咁所以呢
個 step 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啊，我首先咧會，我中意啲珠珠擺側邊，我自己嘅啫。咁個個人都唔一樣嘅。跟住就再搭埋呢個花，搭到出到好，好將無限超大。跟住就呢個花就擺翻呢邊啦，下下都擺嗰邊，擺呢度。跟住俾咗個葉佢先，佢葉擺呢度都幾好，哈哈，幾靚。跟住最尾咧就搭埋兩朵花落去，花仔，嘿，嗱，已經完成咗個初稿啦。OK， 咁但係咧記住自己個位喎，跟住就要拆翻開佢啦。點解呢？因為我哋要將佢逐層將佢黏實佢。咁首先咧我就會擺咗葉先嘅，葉我就會將佢擺喺朵花嘅左邊，左右冇所謂，睇自己搭去邊嘅啫。呢、這個時候我哋就要開始用呢一卷。花藝專用的膠紙啦，大概、我不會剪的，我通常一卷過，但是就一定要將它掹一掹，因為掹長去捆咧，捆實佢咧，佢先會夠實嘅，如果唔係佢唔實噶啦。好，咁呢個我搭咗呢個先，我覺得擺後邊靚喎，就擺後邊，跟住我就要開始翹第一層啦。咁每一層加新嘅嘢咧，都要捆兩下，捆實佢兩下就夠噶啦。如果捆得太多咧，佢就會好厚噶啦。好，捆完這個兩下，我們就加個新的進去了。沒記錯，剛才是加了這個先的，在旁邊。接著我們就要搭進去了，再捆到它一下兩下。好，停手。接著我們就慢慢再加回剛才自己想加的花材啦，花材啊，花材好用，好順口咁。好，跟住我而家加呢個細嘅花，我諗我呢條片一分鐘，今晚就剪，又唔瞓覺，你又唔瞓覺，成日唔瞓覺。好，加好啦，記住手指公唔好移開任何位置，如果唔係咧就歪噶啦。好，同樣喺個頂度都係一下，你移翻少少先，兩下。好，夠皮，跟住就加埋其他花啦，兩朵，仲有呢一個我諗我擺喺下面啦，好唔好？好，我當你好噶啦，同樣再捆過。大家下次想學咩咧？花球，手花陣間會教埋噶啦，唔使問啦。花球、頭紗，定係想垮鞋咧？垮鞋已經免費開咗班噶啦。歡迎大家去我的 Facebook 參觀，是不用錢的，不過已經爆了班了，大家不用想。好，繼續。OK 啦，這個位置不錯不錯，好森林田園什麼什麼的小妖。好，最後加上小花了。其實我通常前面都可能放一兩朵的，有些一朵有些兩朵，看看本身你加其他的花材的時候夠不夠多，但是我覺得這個呢加埋就夠了，不要 too much， 所以我覺得加這個暫時 OK。 好，放好，最後一對了，我們就完成了，好快呢，十分鐘一對的，其實我大概整的時間，所以其實應該不用，如果我只有五個兄弟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唔使一個鐘就可以整完佢哋啲嘢啦。我覺得呢啲係心意嚟嘅，因為勞煩人哋嗰日嚟幫手咧，我硬係覺得唔好意思，唔知點解。所以咧就整多啲靚嘢，我淨係識整呢啲噶咋，其他唔識噶。好，咁就好，將所有花定咗型之後咧，我哋就一定要捆到佢最尾。也一定要捆到最尾，因為它有很多鐵線的，如果你不捆到最尾，它一來很容易勾親，二來呢就很容易會勾爛衣服。記住了，每次放這個膠紙下去的時候，一定要掹到很狠它才會實正，掹得不狠它一定散的。不要累夠了，整越做越大，最好整完就拼一拼心口，會不會太大啊、太長啊，那就可以cut。咁因為咧，我哋本身係有一個呢啲咗，咁我哋就要度一度個位置，睇下佢會唔會太長啦。嗱，呢一個咧就長咗啦，好明顯你要見到長咗少少喺個底度，咁就最好吸短少少就靚仔啲啦。好，
咁就搞掂啦。咁最尾咧，我哋先將呢嚿嘢咧就拼翻去裏邊啦，後邊呢個位。咁但係咧，因為呢個頭咧都比較闊嘅，咁所以你就唔好將佢坐到好低。咁變咗你黐入去嘅時候咧，你用咧你會見到個頭嘅，見唔見得？咁所以咧，盡量將呢個頭咧塞高啲，喺個花材最闊嘅空間就塞入去。因為其實咧呢一個咧係利用個夾夾住你個衫。嗰、那個衣袋個領啦，同埋咧嗰支針或者可以幫你穿住啲衫嘅，所以盡量這個呢個咧要托翻高少少，唔好穿崩，咁樣咧係完全睇唔到破綻噶啦，係咪好勁呢？你都做到噶，咁我哋同樣都係掹翻呢件嘢出嚟，就將佢黐實佢就 OK 啦，千祈唔好用任何熱熔膠，熱熔膠係一定會甩嘅，好啊。原先想住整自己的花球，但我實在沒時間，因為整花球我想要斷斷續續地整，我想要三日到啦，快的一日都可以，但是不用睡了，真的。那所以呢我就決定花球就最後出去訂就算了，我就不自己整了，所以真的不是不懂整，但又懶咯。好，就是這樣啦。好，那最後呢，其實這個已經完成了，如果你沒有那個鹿那個公仔呢，其實你就這樣在後面，到時就咁用夾住咧，已經 OK 噶啦。咁但係咧，我有個碌嘅，我整條加翻落去。咁呢個碌咧，就因為本身後面有支針，所以其實我基本上咧係穿翻住插住喺中間嗰啲膠布一吉過去咧，上翻實，咁就其實已經可以噶啦，就唔需要特登黐啊或者乜乜乜乜啊，唔使。好，噔噔噔，咁就搞掂咗啦呢個。咁其實咧都仲未完嘅，因為我自己中意。有條繩捆埋，因為我唔中意綠色嗰邊，我覺得好似好怪咁。我中意咧就用翻同呢一個主花同色系嘅一啲繩咧，咁樣一卷嘅就10元卷咁樣，跟住就將佢捆捆翻去，收埋個尾咧，咁就完成噶啦。咁咧，首先我哋就大概預一隻手指頭嘅位置啦，咁短短度嘅啫，我諗1至1.5cm 啦，唔好太長，擺喺後邊先。咁咧就將佢個尾收咗入去，咁你就唔使咁麻煩要特登揾膠水黐佢啦。好，跟住原本以外咧，兜翻住個碌頭後邊，一路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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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燈整好啦。呢個就真係嘟啲燈啊！呢晴晴，好搞掂。